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情感主播啊。在网络当中，大家都会比较喜欢问主播一个问题：主播你会舔吗？那我觉得啊，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这个才艺啊。那我不太会舔，但是我挺会啃的。喜欢我的呢，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，然后呢，帮我这个点上关注啊。我是一个情感的电台主播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午夜来听听我的电台啊。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下我的口活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因为这个曲子，这是个我们普通喝的一个可乐的瓶子，然后呢，我再给你们表演我的啃的功能。舔是真不会舔，因为很多经常会午夜里来直播间里的兄弟们都会问我，主播你会舔吗？对不起，我不会舔，我会啃。来给你们表演一下什么叫做啃的功能啊。所以说那个主播啃的功能还是挺齐的，挺漂亮的。这有这个午夜里面觉得自己这个浑身瘙痒难耐的啊，然后都可以来找我，别忘了点一下你们的这个直播通知，帮我打卡点心，谢谢兄弟们啦，点一下你们的心送我上热门啊，谢谢大家。